样子就塞在两个植物中间的缝哦。啊，竹鼠节哈，当然咱每年公社哈，啊，当年伫啊竹鼠节弄来啊发起的哈，咱的寺庙哈，啊，当然首先要感谢我们彰化县政府哈，啊，每一年哈，拢提供2000棵一个寺庙啊，给恩尼市公所来办这项活动哈，啊，当然哈，啊，欢迎非常热烈哈，啊，每一年我们2000棵都不够哈。啊，所以今年我们公所、啊、特别要向我们的啊林务局林管处哈、啊、来啊索取1000棵的树苗，然后公所又加码1000棵哈、啊，所以今年的啊要发给民众的树苗总共有4000棵哈、啊，因为是每一年会两倍哈、啊，啊，所以今日哈、啊、来民众，我相信都啊可以领得到哈、啊，啊，大家请大家放心哈、啊。啊，当然看得见哈，啊，大家一起排队都想起我们的今年一个灯会，啊，在那里啊，正月十五那一天哈，啊，盛况都一样哈，排队排得很长哈，今天也是一样哈，啊，感受到我们人民市民哈，对于我们的哈啊环境卫生啊非常重视哈，啊，所以你家爱感谢啊，咱啊员工、咱农经科啊、来科长啊所有团队用心哈。啊，每年拢来办这种活动，非常非常有意义哈。啊，竹树造林啊，当然会当改变环境哈。啊，当然会当绿化环境啊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啊，这个月阳光是一个竹树节哈。啊，大家共同哈啊来响应一个竹树节哈。啊，会当家家户会当吼来竹树哈。啊，大家非常感谢我们彰化县政府。啊，我想讲哈，荣幸有机会代表王县长来参加我们人民施工所主办的。今年的植树节的活动，好，我回到这个彰化县，接受县长的征召，回到彰化县来，哦，非常非常的高兴，啊、哦，有机会再为我们彰化县来服务。那特别啊，我回到元年市，哦，特别有感。我向在座的乡亲报告，我们元年市现在大概是整个彰化县最进步的一个城市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园林市很了不起啊，园林市除了是全国最富有的这个都市之外，啊，我们园林市现在也具备了这个科技城市的所有一切的基础，哎，这个在全台湾甚至全世界，园林市都很非常有名。这个园林市据说在全国在全国全世界，这个银行存款在园林市。存款上亿的500多位，几百多位了。慢慢好一点，慢慢好一点。看主，看主人。哎，好一点，对对。哎、对啊，你好用，卖卖个杂，卖杂，卖杂。好。